生完病以后我去了，我都不用讲话，哎，你知道他们看到我，有的人就这样眼泪就掉下来，因为我就是他们的希望啊。你看我好好的站在前面，很多事情你不会那么的在意。我经过了一次很大的风浪，那现在呢碰到的问题，我看了我就是好像觉得就是岸边的小浪花嘛，宁静温暖如海洋。